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四平大胖。今儿上我姥姥家，看看我姥姥家。我妈准备五一在我姥姥家待几天。这他俩这就买不少东西，车得装满的，不装满的不去。这能装是吗？那张是老姨呀。这旅游去了。啊，上哪儿旅去了？上丹东。啊。嗯。哎呦我的妈呀，这鸡蛋这么整废呀、啊！我知道，这不这得倒一下吗？来就打油，刚顶上，刚顶上。豆油、面、大米，哎呦，没买点猪肉啥的。没买。那吗？啊。买十多斤的。啊，这猪肉。那是水果。嗯，我给我二舅拿香酒。这些啥都有了，真的。今儿个车哇哇的。车，哎呀，车多呀。咱今天省这电灯，这种情况几乎没有。咱们以前这个天，国庆节都没这么挣钱，没有。嗯，那咱哪回那个放假，咱不都懂啊？哪有今儿个这些车呀？反正冬天和夏天不一样。对。这个季节。对季节是好季节。嗯，好季节。五天呢，春暖花开的，谁不走动了吗？对。挺好，这天的出来溜达溜达多好啊！干啥去了？逛大道。逛大道。来。哎呀，啥时候回来的？没运车。没运车。嗯。二舅，我给你整一箱高度的。高度的，我告诉你，这都拉嗓子，你就喝吧。我看你能不能喝着高度的。那我给他拿那个他也不喝呀。见酒就乐。啊，你这玩意儿就是还是这么能干呢。还行啊。啊，我看你这腰杆也直溜不少啊。哎呀，我要不干啥直溜，只干点啥就。干点啥就完。干点啥就得这样式走的。哎呀妈呀，这咋整的。哎呀，看病，就这样了，看啥病？哎呀，挺好啊，老二，这走下这高地的好点冲，这冲太好了，这冲啊！你这这冲那够摘不不？够摘我就薅点。啊，你二姨种的，你二姨种真种。哎呀，那你二姨挺会种的。嗯，有两下子呢。啊，嗯、这大洋葱，这玩意才难弄呢。几月份卖一块一呀、啊？去年十二月份前卖的一块一，就是那你咋十二月份就卖了呢？往年呢，我记得你看着开春儿。去年那什么你老妹那过要过生日才卖，那卖到角了吗？啊，你前年卖到角了？啊，前年卖。你前年你差多少啊？能差多少钱？那不三千五千吗？差不了，差两千多块钱。那不人家老胡不让卖吗？对，那你二舅妈啊不让卖啊。嗯，那今年你就是我二舅妈没搁家，你就早早的就下决定就卖了。我得还这不那什么吗？你小妹这不给我打电话说啊、哦，赶紧卖。那你这一块一就是最高价了吧？应该。那这可不最高价了，那这水分大是、嗯。水分大。二十个水。嗯。到现在十三个水，十二个，十四个水，十二个水。一块零几分吧，也就。一块一往二。啊，一块一往二，那得掉多少秤啊？原先一万斤得一百斤到掉四到六斤，一百斤掉四到六斤，那一万斤掉四五百，四到六，一万斤差四五百。嗯，像张楠他妈他那四万斤吧。嗯，他那个他可不是一百斤，他可不是那个概念，掉六斤，掉的比那可得多，他得掉十斤以上，嗯，掉不上。秋天卖多少水啊？秋天多少？就是刚打下来。来了是28到30。28到30，那他后边能卖？他啥钱卖的吧？15个水左右吧。他卖啥？对了。说吧。他啥钱的？你啥钱卖的吧？你告诉我。过正月十五都过了吗？那是18正月，17八个。你那个100斤10斤不够掉。8、7、8斤，8、9斤。糊了咋啊？咋整的？这点不糊。还行。
还有糊的，有没糊的？有没糊的地方？你炒点小花生豆，炒个茼蒿，炒鸡蛋，然后整点凉菜，行，这四个菜嘛，正好。这些饭得整个包子馅儿啊。嗯。酸菜馅的。嗯。鸡蛋。我姥姥不能吃一个鸡蛋吧？吃不了。咱点这鸡蛋行。整点这鸡蛋行。菜叶能咬动吗？菜叶不行啊，咬不动了吗？把那菜梗子夹出来。这咬不动。行，你先喂我老吃吧。我让他自个吃，我不喂他。不用喂啊，不用喂啊。喂他吧。那我看我二姨总喂呢呀。二姨不喂他，你二姨怕他往炕上，怕他往他家那个，怕他往炕上拉了饭。啊，这么事儿啊。不喂他，我让他。哎，他自个儿能下地，你别扶他。啊。那你越整的就不行。啊。自个儿功能整没了。啊。他不是吃饭吗？他让炕掉换腻子。啊。掉炕换腻子。啊。掉擦呗。对呀。自个儿能吃。啊，自个儿能吃。就别哎呀，今天这伙食太硬了，今天这伙食。大饼子，然后这蘸酱菜，茼蒿炒鸡蛋。这拌小凉菜儿，这筷子好几个掌的呢。还有煮鸡蛋，这鸡蛋是你拿的，不是笨鸡蛋呢？没有笨鸡蛋呢，家里没养笨鸡呀。尝尝大饼怎么样？啊，这是酒瓶，酒杯。杯。给你个碗。谁呀？我不要碗了。喝一口。我不喝。一杯没事吗？没事儿，没事儿。他没事儿。也多少他不愿意，他不愿意。啊，不愿意，再倒呗。这活络了吗？活络了。不是底下那个。活络了。底下那和那什么干豆那个没拌起来呀。来，我尝尝吧。嗯。咱肚子老够了，我就吃这小大饼子。你就吃那点啊？就这个就够用。河套那鱼抓了。完就装在大葱叶里，泥鳅再放烧呗。泥鳅，嗯呐，烧泥鳅啊。哎呀，好吃了，那时候。那时候的。那时候吃啥都好吃。那，嗯。还是那时候的好，吃点啥香。还是那时候好。那你现在你吃啥香啊？哎，今天这菜我吃挺香。现在。这大葱抿大酱吃大饼子，嗯。挺对口啊。那可不咋的。不是，我意思要上挪挪菜。那不用挪了，得了，你别挪了。他说够就行吧，够不着了。没人帮你，不用了。那新鲜的宝宝还得好啊。好啊。好了，好了，一上没上学，你上学。嗯。啊。上没说吗？回回都上不上一周。嗯，都那样。哎，都那样。然后这回我说回去，我去上学校去了，杨生路说去不了。嗯。他说你不行。嗯，不行，不一定，你不就喘不上气儿？嗯，不一定，不一定，不是，嗯，我听人说了，嗯，身体越好的越不行。你上西藏有没有高原反应？给你们心疼吃的，你们不要鸡蛋呢？在内地也没啥反应。嗯，啊，您挺好的，还行不行？赖赖巴巴的，还行没咋地。他那到格尔木还八百里地呢，多大岁数那巴巴的？我从厄尔木去的新疆吗？那400公里呗，对。你跑。嗯。那一个在这面，一个在那面。嗯。他俩。跑5个多小时吧。得坐。得坐。他俩吧，在青海省的地界上，他俩都差不多都那边的。嗯。青海本来他那地方就大。大。青海真大。他那老回去在厄尔木。我看这泡面呢，不亮啊。行。人的地方可溜达的地方挺多，嗯，气候也不错，气候还行，嗯，高原你不没啥反应吗？你上西宁，我到下午不行，西宁不咋高啊，到下午，西宁2000多呢，我这我就有反应，嗯，你到下午就有时就喘不上气了，我你说咋的吧？咱们是从西藏去的西宁。啊，你要从西宁从咱这直接到西宁，也不得劲儿，差在这儿啊。嗯，哎，反正你是从西藏，在西藏往回返，这不就没啥事儿，不叫咋地了。嗯，那还觉得越来越好呢。对呀，这回事儿。
这火车我说最好了，得劲儿。让人妈说让我到这火车里，你明天能到吗？坐那个海，慢慢走呗。不是你带上菜，带上酒，你上火车就买个下铺。啊，在那回来，在下铺那什么不给牙高香了吗？吃啥吃不了？完在那他给我拿。这回你不就好了吗？喝点酒没有吃不进菜，你都给我做两天两。太烧心了。那我都给我做烧心了。你坐飞机有两头多远的？你坐火车，你上车就坐了。对呀、啊。我回来就在那，一个大厅两口，一个齐齐哈尔两口。嗯。特意上西宁去玩去了、嗯啊，玩一个多月回来，嗯、我们坐一趟车回来。嗯。你看你上车。买大葱、黄瓜、哦、黄瓜、花生米、大酱、大酱，那么的，整点熟食，你也那么的呀、啊？带上酒，我也带了。我们招呼我，我说我啥吃不了。嗯，完了一整说，老哥，你那鸭子太香，我说太香。嗯，人家大葱、大辣酱，我咔咔就那样。嗯，对、啊、嗯，对，大黄瓜一举。搁火车上就这。这大厅的两口子，俩人一月开15000。嗯，他说哥，老哥哥，你还一天寻思啥呢？没啥事，一月走的一趟，俩月走的一趟，在家待啥呀？我说母老农一月，我是走一趟就全走没了，还是能走姐？这还一月走？人家老两口一月走一趟，一月走一趟，想起啥抬腿就走。你一月15000，我一年没有15000呢，对不对？那是不是假的？我说我走你那一趟就干光了，我说还走一趟给这苞米地钱都没了，下把还上哪走呢？有人给你拿钱呢，你怕啥呢？真的，嗯，有人给你拿钱呢，那不能造反。那啥叫造反？你造的他乐意呀、啊，你不造的他不乐意、啊。在那喝酒，喝最贱的酒都100多，我说三顿一瓶酒，嗯，一顿够50，我说不喝了，太贵。嗯，然后就说你瞅瞅你这心眼，嗯，你就喝你的呗。那我真是，别说多少钱呢？那酒一顿够50呢，一天。嗯，吃完了，吃完准备撤了，一会儿薅两根小葱，回家整点酱。6000多块钱，啊，手里6000多块钱活动钱，然后今年卖苞米40000块钱，41000，嗯，不是40612，原先手里有3万，啊，那你俩在农村那就行了，手里70000块钱，一喝两口酒啊就花了，你说娘人妈，我这花俩就花两个吗？你就你这。闺女儿子都搁省城啊！你他俩买菜贵，我他说的，你买点就买点，能咋的？人家那个小胖，人家一个月人也不少挣。完了，姑娘那就是该说不说的，那条件那嘎嘎的，那你没有后顾之忧。那不啊，你这钱你花不了。哎呀妈呀，干啥花不了、啊？哎，大口喝酒。你干啥花呀？人家小胖，人家也不用你钱。不用我钱，你俩到老了就指这抱你，这得能种地还多剩俩，要不能。你指啥？你那闺女儿子。不是钱呐，咱说你那闺女这家趁人值的上千万的资产，你还啊你还害怕啥呀你呀？要我说这些饭都能吃了啊啊，能吃了这些吧？能、啊、还能吃俩鸡蛋？嗯，没有这盆子里的饭不少，这不少，这不少，这怎么点儿？哎呦，能点儿、啊！哎呀妈呀，那点儿能够干啥呢？哎呀，我天哪！真行啊！哎呀，这么的，哎，我说就体格子还不错。得多少大米呢？我们说嘛，他能吃吧？50斤能够吗？够，那我够，够啊！一个月一人50斤大米啊？不是，就是说，跟老太太，我连吃挂面带啥，你拿回那挂面啊？就那一大米，从生日到现在吃到现在了。啊？没吃多少？没吃多少。但是啊，那还吃挂面呢？还有面呢，那是买20斤呢，这你咋的？你我贴大饼吃没少啊？还贴大饼，还贴大饼子呢？对，这大饼子这不也是干货吗？那你二舅还行啊？会贴大饼。我二舅这杂粮这没好吃吗？我就是在面上挺好吃，我吃挺好，我吃一个。二舅在家自个贴仨小大饼子，这花那就嘎正好正好增量。这嘎也行，这还行。你说大姐搁这呢，大姐吃大饼，你给大姐。嗯，我看不行，越人多又掉量啊，越人多又掉量，抠几根小葱就回家。
哎呀，吃的大饼子老余润了，哼，风大呀，今天呢，中午吃一个小大饼子，吃两口凉菜，回家吃点啥呢？在那儿挖呀，在中间挖。这不就得在这边上挖呀？还能上中间挖去吗？挖不了几颗，给我整个十多根就够。